真想訂啊！各位嘅朋友好，各位各位嘅朋友，訂大家好。好。好熱啊！係啊，風雨不改啊嘛，我哋一早已經講風雨不改。咁啊，其實咧，近來咧城中嘅熱話，大家知唔知係咩啊？不外乎兩樣嘢嘅啫。獅子山。第一咧，就係、是、一個禮拜裏面兩個颱風，獅子山加盈虧。嚟緊啦，盈虧係啦，咁但係都唔會阻擋到呢個大趨勢嘅，因為我哋呢個大趨勢咧就係、是、第二個市場熱話，就係、是、上個星期特首宣布嘅施政報告裏面咧，收到，係重點提到我哋嚟緊將會有一個好長遠嘅發展計劃，就係、是、一個叫做北部都會區嘅發展計劃。咁啊，財政司司長咧就更加提出一樣嘢咧，就叫做瓦零式嘅發展引擎啊！咁所謂嘅瓦零式咧，就係兩個都會並行。咁啊，一個都會咧，就係我哋由來已久，大家已經好熟悉嘅維港都會區啦。咁啊，發展已經好成熟啦，所有嘅金融機構啊，市場嘅即係一啲嘅好重要嘅機構咧，都係喺呢個維港都會區住宅嘅。咁啊，另外一個嚟緊。將會是未來20年發展最迅速、最蓬勃的一個區域，就是北部都會區。咁而呢一個北部都會區咧，嚟緊頭先已經講咗啦，就係20年以內，咁啊相信咧就會係個發展包括咗人口啦、職位嘅機會啦，咁同埋咧居住嘅選擇都會係市場嘅焦點所在嘅。咁啊，講到呢個北部都會區啦。其實咧，今次嘅特首嘅發展計劃裏面咧，就用咗呢一個基建同埋鐵路去貫穿整個區域，咁啊帶動成個區嘅未來發展嘅。咁啊，喺特首提出嘅5個嘅鐵路項目裏面咧，當中以洪水橋同埋前海地區呢一個鐵路連接咧。係相信應該係啟動得最快嘅，因為已經開始進行咗第一階段嘅研究㗎啦。咁所以嚟緊咧，洪水橋嘅定位將會係喺北部嘅核心商業區域嚟嘅。咁啊，講到北部核心商業區域啦，當然咧，我哋係會吸引到好多嘅創科或者係新嘅年青一代啦。咁因為頭先講過啦，南北兩個嘅都會區域，南金融。北創科，咁啊相信嚟緊響個一個新界北部嚟講咧，將會係吸引到好多年青一代或者係創科嘅專才咧，就會進駕呢個區域嘅。咁所以咧，我哋亦都非常之睇好呢個區域。咁啊，適逢咧，我哋有一個項目咧，就喺洪水橋啦。咁啊，相信咧呢個咧，將會係特首宣布咗北部都會區域之後咧，首個嘅項目。將會推上市場嘅。咁啊，頭先阿司儀咧都講咗，自從咧我哋出現咗呢個 #LYOS 之後，好多朋友或者係代理朋友、記者朋友都有問我：喂，究竟點讀啊？係咪讀 #LYOS 啊？係啊，井啊，或者井係啊？又或者究竟點解呢？呢個咩密碼嚟嘅咧？咁咧，今日咧，我哋就請埋。我哋嘅執行董事趙國雄先生一齊嚟為大家揭曉，究竟呢個 #LYOS 嘅密碼係乜嘢啦？好嘛？多謝趙生。係啦，我哋有個簡單嘅、簡單而隆重嘅儀式咧，我哋去揭曉，究竟係點解咧？咩叫 LYOS 咧？好啦，我哋準備我講。先可以。佢有個眼睛嘅。
點樣可以有自己嘅生活態度咧？記住應該我們的 Live Your Own Style， 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2023年9月30日，當中呢都
有啲乜嘢嘅特色喺度咧？咁我哋就成個項目本身咧提供嘅單位咧係由開放式單位去到三房一套房嘅選擇都會有嘅。咁啊，先咧，我哋係睇下我哋嘅分層住宅單位啦。咁分層住宅單位咧，我哋會提供一啲嘅開放式單位。咁而呢個開放式單位咧，就係處於我哋嘅分層大廈咁裏面嘅。咁我哋總共成個項目咧有五座嘅大樓。咁咧每一座大樓咧係五層高嘅。咁啊而開放式單位咧，總共我哋嘅標準層咧就會有56個單位，面積咧係由202尺至到209尺嘅。咁啊，當然我哋呢個係入門版本啦。咁啊，我哋跟住再嚟睇睇咧，我哋係有提供一房嘅單位嚟嘅。一房嘅單位咧，我哋總共係提供88個嘅。咁啊，面積咧就係由279尺去到292尺嘅。咁呢一個嘅一房單位咧，我哋都係開放式廚房嘅設計啦。咁亦都係有足夠嘅空間，就係有一個好闊落嘅廳啦，9尺嘅廳啦，咁啊再加埋我哋都相當之見使嘅一個主人房嘅。咁啊再落去啦，咁我哋嘅重點啦，就係標準層嘅兩房單位。咁啊兩房單位咧，我哋總共有開放式廚房嘅兩房單位，總共有80伙嘅。咁呢80伙咧嘅面積咧就係447尺至到482尺嘅。咁啊，兩房單位咧，我哋更加係設備齊全啦，有明火煮食嘅，就方便啲住户啦。佢有自己屋沙啊嘛，中意煮嘢又得，係啊，出去食又得，咁啊，各色其色。咁啊，當然我哋亦都有一個好珍貴、好珍貴嘅兩房緊存單位，係啦，兩房緊存單位咧就係喺我哋嘅1A 座嘅 F 同埋 G 單位。咁啊，呢兩處單位咧，總共咧，全個項目只係得8伙嘅啫，只係得8伙嘅啫。咁啊，面積咧就係450尺至到471尺。咁呢個咧就係講緊我哋嘅分層五座嘅分層住宅大樓啦。咁而呢五座分層住宅大樓嘅地下單位咧，都係一啲花園嘅特色户嘅。咁啊，花園特色户咧就數字咧就再同大家分享。咁我哋先講埋咧。另外一個，你見到大家見到咧，見到咩複式？複式係啦。咁啊，複式單位咧，我哋總共咧就會提供51個複式住宅單位。咁呢個複式住宅單位咧，就會係配備咗花園、天台同埋兩層。即係複式啦，係啦，咁咧就總共我哋成個項目咧就提供呢個特色嘅複式單位咧，就總共有51個嘅。咁而呢51個咧個 layout 咧就會係3房一套房嘅設計。咁啊面積咧單位面積咧就係778尺至到806尺嘅。咁當然啦，頭先提及過啦，佢係有花園嘅。咁而呢一個複式花園單位咧。佢嘅花園面積咧係由85尺至到795尺，咁有啲好大嘅花園，咁自然就係話客人可以利用佢嘅花園啦，活出自己嘅生活態度。咁啊，而家尤其是而家疫情之下，咁多人都追求健康嘅生活啦，咁所以有多一啲嘅户外空間咧，俾到佢哋更多嘅發揮空間啦。咁我哋睇睇一個 summary 啦。咁啊，頭先提過啦，分層單位啦，咁啊已經講解咗嗰個標準層同埋所分布嘅即係户型啦，包括開放式至兩房啦。咁其實前庭花園户即係我哋嘅分層嘅地下花園單位，咁我哋總共咧都提供咗58伙嘅，咁啊都係分別由開放式至到兩房單位不等嘅。咁所以咧睇翻啦，我哋成個項目嚟講咧，有花園提供嘅單位咧，就總共係超過30% 嘅。咁所以咧，今次咧我哋成個項目最特色嘅地方咧，就係我哋除咗兼顧到個客人住嘅空間之外，咁其實室外嘅空間對佢哋嚟講，可以俾佢哋 enjoy 到更多嘢。
發揮到咁多唔同嘅想像空間，咁所以咧先至會 develop 到一樣嘢叫 believe your own style， 就係、是、喂自己自有自我嘅天地，可以去即係譬如中意種花嘅，或者係中意養小動物嘅，咁都有其他嘅空間咧可以俾佢哋使用咯。咁所以嚟緊咧呢一個項目咧將會係喺同區嚟講，一個除咗話係新界東部都會區首個項目之外咧，亦都係一個市場罕有嘅特色單位嘅項目嘅。咁同時咧就係、是。而家提倡緊響個新界北將會嗰個地積比率啊會提高啊，係提高到去5倍、6倍呢啲比較中高密度嘅設計。咁但係我哋呢個項目咧講緊成個地積比率係1.26倍，咁嚟緊會響呢個北部都會區咧更加突出咁啊，更加罕有嘅。咁啊，今日去到呢一度嘅介紹咧就大致上差唔多啦。不過咧呢一刻咧我都要。帶個好消息俾大家，咁不如我哋揾阿趙生一齊嚟講呢個好消息好嗎？對啊。趙生，你有咩好消息講俾大家聽啊？好多好多人好期待啊！最好消息就話今日就連個大風咧都見大家呢個最好消息啦。係啊，風雨不改，最大嘅風雨變人來啊！呢啲冚唪唥都係大家啲老友。嚟到呢度已經係最好消息。不過我諗係代理朋友更加緊張嘅。係啊，佢哋問咗好多次啦。你講咁。除咗問個名點讀或者點解之外咧，問得最多係呢個問題。問得最多，正話都問我幾次啊，放咩假？哦。因為未開假，未開假之前咧，咁你一定係要有講聲先得㗎，要講聲。好講聲，講得假錢嘅，冇錯。喂，我有講聲未啊？就快啦。我同就快啦啊！不過咧，我收到準確嘅消息。啱啱收到。啱啱收到，電話響咗。電話響咗，就係我哋剛剛獲政府地政署批出預售樓花同意書。大家開心啊！咁啊，同一時間咧，今日咧，我哋會正式委託各大代理行幫我哋宣傳推廣 Leo's Live Your Own Style 呢個項目嘅。係啊，大家都好開心啊！係啊，咁仲有咩好消息？大致差唔多咯。委託係啊，我哋會進行一個委託模式嘅。係啊，多謝多謝阿莫妮娜同趙生啊，俾咗咁多嘅好消息介紹俾我哋，相信記者朋友咧都好多問題㗎啦。咁我哋咧可以咧過嚟呢邊啦，我哋一齊咧去問翻各樣嘅問題啦，佢哋去解答翻你大家問題嘅。其他地方，你一定都係都要啲。
暫時喺呢個數字唔同嘅供應，因為我哋暫時睇到咧，啲未來幾年都唔係好多供應。當然我哋希望咧嗰個樓價係平穩發展嘅，並唔係話希望有暴利收市而去帶動多嘅樓價出嚟。其實咧，我哋都係識得話。Thank you.